安播普通话足球快讯。2023年9月28日，曼城密切关注邦尼费斯。据 Fisherhays 的说法，曼城正在密切关注利华古逊的尼日利亚前锋邦尼费斯。据悉，邦尼费斯和曼城的明星前锋艾宁夏兰特有很多相似之处。这位22岁的尼日利亚前锋凭着出色的状态，吸引到多家欧洲球会的兴趣。本赛季到目前为止，在7场比赛中打入8球，助攻3次。报道称，邦尼费斯很有可能选择加盟曼城，作为艾宁夏兰特的后辈，并希望在几年后取代他。谢谢你收听安播普通话足球快讯，感谢你的支持，并订阅我们的频道。